对你个人只是一生的一小步，却是台湾国土的一大步。蔡总统，感谢你，谢谢你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替黄兴建先生举办这场音乐会。我想用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阿姆斯壮的话来终结我这今天的谈话。蔡总统，你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向一个领导台湾人民反独裁、争自由、缔造台湾民主的苦行者黄兴建先生致敬。对你个人只是一生的一小步，却是台湾国土的一大步。